姆的好吃，是你那个破门而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从来都不把姆小心。皇家特警小西吧？怎么了，长官？今儿的缉毒任务分外的危险，你准备好了吧？准备好了，长官，听你指示，长官。我是狗，来听我的指令行事啊。好的，长官。你们人都听着，我们是皇家。吓死我了！死光了，长官！你平常都玩这么刺激的吗？并没有，好好玩。好，下一个房间哈。好的，记得听我的指令。好的。好刺激。这个你来，这个你。好，我来啊。嗯。我想好玩。哎，是吧？是你。哎，不是，杨枝。哎，那大姐，你旁边这个人刚刚还好吗？死了。这死了啊，他还能动啊，没事。我们仿佛没有看见过这个人质哈，化腐朽为模糊。哎，上往上走。哇哦，来到二楼了，小习吧，来习吧特警，我准备好了。哇，小心。我们只要保住人质就行了哈。人质你没事吧？来，我们跳窗啊，走你。哎，不是，你怎么自己跳窗了，大哥？咋的，跑消失了呢？就我跳下去了是吗？你看哥哥，这边的人仿佛知道了我们已经来了。真的吗？不要着急啊。嗯，等他走过来。嘿嘿嘿。哎，等会儿，我上面的能力好像满了。听你口令，哥哥。不要！吓死我了。还好没有什么大动作哈。好了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过关了呢？破窗而入。就这样跳啊，好危险。Mission success。哇哦。哎。死了个人质。来，小西吧特警。嗯。我们换一个装备怎么样？怎么换装备，哥哥？我来看看哈。嗯。现在我们有六颗星。哇哦，我有防弹衣。哈，学弟就是他了。不，解锁。那宝宝呢 ？Right。你就换就行了嘛。你看着1911这把枪看起来还不错。为啥你用了星星之后我的也没了啊？真的假的？真的，那我要赶快用。哇，我们俩是通的。哎，对啊。嗯，那你解锁吧。okay， 解锁了。还剩一颗了。特警小习吧，这次一定要听我的口令啊。好的。里面人听好了，我们是黄。哎，怎么听啊？我听。哈哈，听不开吗？嗯。不知道还有个防盗门吗？不，这么野蛮的吗？也行吧，人质还在就行哈。好，我们接着往前走。哇，这门为什么可以踢开？当然了，木门怕啥呢？哎嘿，爽不爽的？这种门就非常的厉害。不是，外面没东西了，不用踢。哦，飞着个脚劲干啥呢？明白了，好吗？哎，等会儿，上面的啥玩意？怎么有两个人呢？怎么办，哥哥？我懂了，我左你右，好不好？好的，我们上去。我现在非常的急。来吧！哇哇哇哇 ！No！ 大哥，还好我有十支防弹衣。哦，吓死宝了！吓得我都下楼了。我都快不行了。还可以啊。来，等会儿我们加个血怎么样？好的。呀，这加血的东西好像还没满。我们就往上走吧。哇，你们死定了！不，那是马儿，不要打，行不行？好，我们解救两个人质啊，那我们走。哦，哇，可以了，哥哥可以加血了。然后外面还有个平台的呀。嗯，好，可以加血了是吧？对，呼呼，来吧，哥哥，我们又可以战斗了。好棒呀！不，还拿刀真是，跑得有我子弹快呀。这到底是男是女啊？为什么他们都长一个样？都抓女的人质吗？这是？原来是这样，搞了半天是这种买卖。对呀，好恐怖。又是一个迟到的土匪。呀，怎么样，晕不晕？看我好死。我刚才没子弹。不是，你把别人人质打得直平移的，你真是啊！哦，还好，可以没死啊，对，没错，吓死宝了。来，哇，你的条条满了，你看见了吗，小西吧？我看到了，哥哥，这个是干啥的？我怎么又下去了呢？会让你好往上走哈。好的。哇，一会儿我们就动用我们的 sniper 能力。sniper 能力是什么？狙击手。哦，好，慢慢的往上哈，好吧，小西吧，动用能力。嘿，最后一个知道吗？你看，就这样吗？他们哥哥他们死光了。没错，等他过来的时候，就那么一下把他锤晕。好，不，来解救两名人质。我们是不是过关了呢 ？Mission success， 这些人质都没死。哦，又是新的任务了。你准备好了吗，希特警？准备好了，哥哥。好，往上吧。不，那是墙。你脚有这么牛皮的吗？为什么踹不开？不开心。好，你看这儿。啊。
一边一个人，你走我右，好不好？我们怎么下去呢，哥哥？跳下就下去了。嘿，破窗，你下来呀！哇哇哇！吓死我了！啊！我哥哥疯了！哎，等等等等，他们还没过来呢，他们还没过来！我的防弹衣，就剩一点血了。这次一定要听我的，好不好？好的，哥哥。往下爬，小心吧。好的，哥哥。妈呀，跟带个龟壳似的，这是。哇！不是，哎呀，怎么死的？你们藏，等一波我的能力，好不好？一会儿我救你的。呀，斯巴特。来，西巴特警二号，千万不能像上一把那样啊！三、二、一，跳！哎，不要！哇，斯巴你们！打！哎嗨！好，这一把呢，我先下去，好不好？哎，哇，我下来了！哥哥他疯了，你看，他已经被我弄死了，管他怎么疯！哎，换这个电脑都没用。我还在玩电脑哦，还要玩电脑啊？好吧，我们过去吧，不用玩了，行不行？哇、哦，上面有仨人。哥哥怎么办呢？我先上去，怎么样？你等会儿，我先从这边破门，你知道吗？别让你从后面偷袭他们。等会儿啊，你把草地先别上去，别上去。哦，他们发现宝了！呀，好啊！不，都死了。也可以，好不好？哎，等会儿，你们乌漆嘛黑的，要不要我破一下门？啊，好的。哎，我们先踹那么一脚。好。呀，什么？你嘣！啊、这个人是啥？怎么样，我的特殊能力红外线瞄准，嘿嘿，太厉害了，哥哥。好，接着来啊！你们走，破门。不是、啊，还好没有人。吓死宝了！要有人要死了，行不行？不用，怎么都这么黑呢？这么黑哦！人质还在，还好人质没死、啊。好的，接着走这边，下面还有人呢。哎，哥哥，我们的能力都满了耶！真的吗？嗯。哇，难不成可以狙击了？嚯，你先等会儿，我先把下面那边的人给清了哈。好的。要不我们一起下去呗，有点虚了。我你倒是下呀。不，下来了，下死宝了，好慌。没事啊，我们上去，心平气和方能成大器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我怎么又下来了呢？好，可以往这边走。呀，来吧，我现在胆肥了，等我上一把子弹啊。呀哈哈，是。不，好，接着上去。哇哦，怎么样，行云流水。好，再是这边一层一层的清，清，这个，哦，来吧，是，不，这不，还有个人质死了呢，这没事，毁尸灭迹哈，搞定了，非常的自然，好吧？哥哥，我们要怎么上去呢？非常简单，你看，跳窗子，哎，就是这儿，好，我数三声哈，三，不，吓死我了，妈呀！你都玩这么刺激的吗？哈！对呀、啊，哥哥，我死了。没关系，我帮你报仇。不，好好好，等会儿我还有个能力呢，可以把你救活的。哇，我复活了，哥哥！怎么样，爽不爽？好厉害哦！来，踹门。等会儿，上个子弹哈。好，踹，再踹，接着踹。斯巴代代，不愧是超厉害的长官啊！哈。我怎么感觉我们要过关了？耶 ！Mission success！ 让我换把枪，就这个了。六颗星的枪，哥哥。没错。开始吧！而且我还装备了一个炸门的东西。我还有一个闪光弹呢，我现在可厉害了，我跟你说。咱们先炸个门吧。不，我丢。哦，好紧张。炸！哇，炸！妈呀，里面啥都没有吗？啊？咦，就一个人而已啊。嘿，我感觉白炸了。嗨，等会不要着急哈，吓死吧！一切都在掌握之中，好不好？等会儿，门还没开呢。吓死吧！啊，哥，好轻松，不要着急啊，慢慢向前。这边是我们的警车。对呀，那怎么就我们两个人呢？就算一人开一辆车，数目也不对呀。对呀，应该是三个人。第三个警察去哪儿了？我天！来，我们向上爬。不，这么多人质吗？好多人质啊！他们抓他们干嘛？这都是女孩子哟，可能有点小问题哈。好，我们现在冲进去吧。好的，哥哥，我们冲到哪去了？向上爬。好的。上面没啥东西吗？感觉。嘿，有人吗？不是，貌似没有。他们都去哪儿了？我们又可以左边一个，右边一个了。我好怕把人质打死啊！好紧张哦。我也怕，但是没关系，你丢个闪光弹呗。好的。好，哥哥，快，准备好了吗？三。二一走！哇！什么了？想到了吗？怎么样？搞定！
人，太强了！闪光弹好厉害啊！哦，下面又有个人，嗨！我跳，我也跳，不不不，把他踩晕！哎，等一会儿，哦哦，吓死我了！好恐怖啊！这三个人是那边的。对呀，来把门炸开！哇哦！呜呼！哇哦！他们被炸死了，哥哥，你有发现没？怎么样，是不是特别牛皮？不，吓死我了！不要紧哈，我们来上个血。喂，踢门？不是你不加血的吗？啊，我加。踢门，踢门！哇！啊啊，就是这么的牛皮，有没有？对。好，我们再往下走吧。我们要往下走了。还能这样跳下来的呀？这怎么跳？也可以吧。往这边溜了。好神奇的跳法哦！哇，上面还有三个人，哦，两名人质。看来我们得破窗了，小西吧。那我们怎么进去呢？就这样呗。上面还有三个呢。啊，等会儿哈。那我们先在这边来。OK。嘿。哇，这边有一个人拿刀子。嘿，有种你过来呀，哈。就是。嘿。哦，在原路返回。哎嘿，走这边，慢慢的向下走。哇哦，到这个平台来之后呢，破窗。哦啊。拯救两个之后，我踹呀！你把他摸就到了，哼哼，就是这么的牛皮，好不好？行云流水呀，好紧张哦。地下室还有呢，地下室还有呢。没错，你看我，这么跳把两下就下来了。哦，不，是不是？你这么下去了吗？不要着急，哇哦！等会儿，等会儿，吃鸡。哦，哎，还好没事了，他们没死，没死。四个人质啊，这么多的吗？哈，我记得这边还有的呢。还有各个人力，好像没有人让我们使用。等会儿，我有 sniper， 耶！有什么要跑的？不，你死了，我归西了。但是你可以救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救你！你到旁边救我！救命啊！快了，快了！吓死我了！吓死宝了！别着急啊，好，我还有遥控炸弹呢。哎，这有人！不，别叫哥哥，别叫，他们都是好人。啊，也对哈。那个女孩子可能要过关了吧？哈。哦，Mission Success！ 赢了呗，继续闹去吧，我们下期见，拜。